铃声响起了，出发！啊、哦！哇哦！圣诞节到了，这是平安夜的音乐吧？对，是平安夜。你看那铃铛，这个景太漂亮了，好漂亮的摄影朋友，幸福感呢？是啊，现在就是报佳音的时刻，要把好消息传到世界各地。哦，没错，把爱传出去。这好适合来一次舞蹈哦。跳舞吗？对，来。哦。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听到铃铛的圣诞夜，就想到圣诞节的氛围。是的，说到圣诞节呢，就是一个交换礼物的日子。很多人一整年就最期待过圣诞节换礼物了。不过今天的主角是一个诞生在破旧马槽里的小婴儿。是的，后来他也改变人类的历史。他更是上天赐给人类重要的礼物。没错，今天呢，我们就用音乐来诉说这2000年的故事。从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状，至高地主皮肉体，神道化身尊将杯，亚于世人同主地，主有名以马内利，听到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心神。荣耀归于新生王。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Christmas tree. I don't need to hang my stocking bare upon the fireplace. Santa Claus won't make me happy with the toy on Christmas Day. I just want you for my own,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know. Make my wish come true.
thunder of fun. Now the jingle bell has begun.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rock. Jingle bells chime in, jingle bell time. Dancing and prancing in Jingle Bell Square in the frosty air. What's the bright time? It's the right time. Rocking that away. Jingle bell time, it's a swell time to go gliding in a one horse sleigh. Hey! Minnie on the jingle house, pick up your feet. Jingle around the car. Mix and mingle in the jingling feet. That's the jingle bell rock.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rock. Jingle bell time in jingle bell time. Dancing and prancing in jingle bell square. Song, wisdom's not long, walking into winter wonderland. In the meadow we can build a snowman. We'll pretend that he's a master crowd. If the other merry we'll say no man, but you can do the job when you're in town. Later on we'll conspire as we dream.前面的灵魂大地日日夜夜在守护爱唱歌的孩子、yeah、跟着日月和谐的舞步分享展开陶醉在对话赞美的歌响起、hey、沙莉亚沙莉亚沙莉亚河流啊河流啊河流啊你们是大地上最美丽的精灵、yeah oh期待我们的笑容，生命就是大地最美的礼物，最美的音符。哎呀，哦嗨，哦呀，嘿，张开你的双手，耶，迎风飞舞。哎呀，哦嗨，哦呀，哦，摇摆你的想法。祝福、yeah。
摩熊盖的高达斯卡达安呀，面向海洋那边的光芒，手心推向湛蓝的天空，迎接太阳升起呀。飞鸟穿梭云彩的自在，海浪拍打沿岸的澎湃呀，赞美的歌响起呀。是大地上最美丽的精灵、yeah. Come on, come on 彩虹啊彩虹啊彩虹啊，你期待我们的笑容，生命就是大地最美啊最美啊最美的礼物。哎呀哦嗨哦呀哦，张开你的双手保护我，坚定的脚步，日出的祝福。张开你的双手 yeah, hey, hey, oh, oh, 张开你的双手 yeah, 一共会我摇摆你的长发主的祝福，
당히하나님의신학교께말해내냐이내자마스리도신가우다마스마구왕아마스마구왕아예스앙하예스더홀리예수예스더홀리예수예스더홀리예수사마예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你微笑的脸有些疲惫，抬起头啊，天空就要亮起来，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期待。沙漠中的一滴泪化成绿洲和湖水，真心若能被看见，梦会实现。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因为你和我，才有明天。这世界需要多一点信念，那真爱不会真的将你打败，你将会有爱生命的光彩。风雨过去那一天，悲伤就要停下来，感觉你身边的爱存在。手牵手，我的朋友，爱永远在你左右。不要再恐惧，却不要放弃，这一切将会度过。
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本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圣诞快乐，全地都在欢庆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象征上帝把生命，就是这个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人类遇见许许多多的黑暗，但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丰盛带领我们突破更加的光明。我们不只要领受上帝生命的丰盛，我们要学习成为分享爱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我们一起领受这个美好生命，学习分享爱。愿上帝赐福于你们，圣诞快乐。Oh my, I love my darling， 还可以吗？想不到勇哥哥，你的歌声也太好了吧！你不嫌弃了，就是被主播工作还有主持耽误的歌手了。你客气，你客气了。不过说真的，到了圣诞节，都是唱情歌、谈恋爱的好季节。你说的没有错，如果女生啊在圣诞节听到这样子的歌声，可以来穿透到我们的心灵片，来对我求婚 ，Oh my God， 我可能会说。I do。哇，成功几率很高哦，很高哦。所以在圣诞节唱情歌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唱给你喜欢的人听，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圣诞的主角了，耶稣。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在 Love Song 这个单元呢，也特别邀请了两位歌手，一位呢是我们的天籁歌后梁文音，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创作才子陈威权，他们要带来幸福的情歌作品。哇，非常的期待。不过说到情歌，我们今天录影是在。TVBS 是这地方对我来讲
太有意义了。哎，怎么说？我当年也是在这边唱情歌才能够追得到太太佩珊的，所以我应该要常常来 TPBS 咯。来这边充满幸福，一定有机会。真的，时常看到爱。而且太棒的就是，我们今天旁边有圣诞树哦，圣诞树就像许愿，因为很多人要许愿拿礼物嘛。是，我们今天就从圣诞树上面要送出两首情歌给所有的听众观众，当做最美好的礼物。哇哦！因为我在婚姻当中领受到的就是，婚姻是给所有男女最好来自于上帝的礼物了。因为耶稣就是爱嘛。嗯嗯。所以我们今天送两首歌，第一首叫做《一自己》，希望所有的情侣或者夫妻都能在关系里面勇敢的做自己，追寻梦想。第二首歌叫做《好好对待他》，不要忘记一开始的悸动，莫忘初衷。哇，听你这样说，我也好想要赶快听哦，而且我心里面整个都激动起来了。哇，是吗？这时候就要邀请我们的歌后梁文音。
今天灯塔站在台，生命是你的目光，满心虔诚宣读着誓言，你会看见一个女孩闪闪发亮。等满腹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一束玫瑰对你们即将拥有的家，既期待又怕受伤，爱能让一个人有情之长，请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他，让他为自己的选择较真，带他去看更美丽的地方，让他的灵魂再没有悲伤。相爱的人未来都会很好的，只因每段付出的真诚，皆是通往幸福的旅程。当他这次答案是肯定的，就算世界明天要沉默，我也会为了他大声歌唱。选择骄傲着，带他去看更美丽的地方，让他的灵魂再没有悲伤，再没有悲伤。圣诞快乐，我是梁文音。刚刚我自己也非常的享受，连续唱了两首我自己的歌送给大家，作为这个圣诞节美好的礼物，然后也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善待对待你身边的人。那因为这个单元呢是所谓的 Love Song， 我要来介绍我一位 Love Song 专业的好朋友，他写了很多歌，写给许多歌手，然后也写给他自己，包括我也唱了一些他写的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欢迎他。他自称自己是马来西亚的国宝，那我们就来欢迎陈威权。嗨，大家好，我是陈威权。啊，是的，是的，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人都是他那个国家的宝贝嘛。对，我就是那个国家的
国宝、yeah、但除此之外我们也是神国的宝贝，是的，不管是我们或是在电视机在手机在镜头前的你们都是神国的宝贝。 Yes， 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合唱幸福的忘记之外，你还要带来你的新歌对不对？对，我的新歌叫你若能信。这首歌其实在讲的就是信心，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挑战啊困难的时候、嗯、你会觉得好像身边的声音好像没有办法让你参考，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他的话语能够让你坚定，而且让你有信心的持续的前进、嗯、所以这首歌叫你若能信，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而且今天这个主题 Love Song，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情歌就是唱给情人听而已，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基督徒，我们的情人也有今天这个这么可爱美好主角受洗耶稣。那我跟威权在这里就要祝福所有收看的朋友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少了一点的坚持，拥抱的温度渐渐的流失，降到零下几度。以为快乐只能到此为止，还有谁能让我义无反顾？如果我要很努力才能忘记你，真的不容易，因为在心里还是抹不去太多伤痛的延续。我只能祝福你也祝福自己，某一天会有人爱你，从此幸福了我伤心的母亲。空间让它痛彻，那些固执保留的位置，关于我们的事，我毫不掩饰。爱为什么结束？爱为什么结束？是至少了一点的坚持，拥抱的温度渐渐的流失，降到零下七。有谁能让我义无反顾？如果我要很努力才能忘记你，我试过真的不容易，因为在心里还是抹不去太多伤痛的延续。竟然能祝福你也祝福自己，伤心的忘记。如果我要很努力才能忘记你，我试过真的不容易，因为在心底还是抹不去太多伤痛的延续。我情愿能祝福你也祝福自己，某一天会有人爱你，从此幸福了不伤心的忘记。最后微笑的就幸福的忘记。
我身后，你在身后，说还没到尽头。当我面对软弱，你不放手，带我找到自由。当我学会等候，你的回忆使我更加坚定。你的爱灌溉我的生命，紧紧拥抱我的心，让无助的我相信一定有奇迹。你若能信，信的人凡事都可能，是你相信平凡的人，无论遇见再大的困难，都能怀抱着期待，有你的陪伴，赐给我平安和喜乐。不管路途多坎坷，始终坚信，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因为你存在我生命，无私的爱着我们，才懂受伤是过程，是你的救恩，赦免所有的罪恶，让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受困风雨，你的话语是唯一的真理。我愿时刻倾听你每一句回应，胜过一切声音。你若能信，信的人凡事都可能，是你相信平凡的人，无论遇见再大的困难，都能怀抱着期待，有你的陪伴，赐给我平安和喜乐。不管路途多坎坷，你都在，跟随你永不放弃。哦哦，我说我相信，从前信，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因为你存在我生命，无私的爱着我们，才懂受伤是过程，是你的救恩。哦，赦免所有的罪恶，让在心的人凡事都可能。哦，轻度自闭症的小朋友，然后我也是看了很多资料才发现，就是马术其实对于自闭症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他没有肌肉的张力，所以他从小就一直被说运动就是不行什么的，可是没想到上马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女儿比较特别，是她的脚一出生的时候是这样，因为这样的状态只能开刀。那虽然我们有穿矫正鞋，但是她的骨盆腔这件事情其实是靠
做骑马，他去做骨盆腔运动。我说我女儿的脚，她的脚非常的直。说实在话，就是像我们家儿子，虽然不会像马场其他孩子有的可能不良于行，他可以走路了，可是他从小他从来没有在运动这一块被人家说很棒，而且有时候他就是也会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学习上很慢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他怎么就是自己都学不好学不会。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真的很喜欢马吧，结果他居然半年然后可以走成这样子，而且可以自己当领头马，我就觉得很了不起。刚刚看的就是很感动，对，真的很感动。放轻松，那这时候的漫步你可以感觉一下前后上下左右的一个摆动，这样的摆动很像人，几乎跟人要行走的力量是一样的。我飞起来了，哎，漫步慢。马匹就像一个媒介，它的马背的运动有可以做很多所谓行走能力的一个附件的果效。那当然，马匹活生生的，它不只是有肢体，它还有很多动态的回馈。所以其实很多过动症、自闭症在这马背上面的学习控制上面很有帮助哈。那做教育的话，其实马是一个生命体啊，它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可以透过它来做一个媒介。马术治疗到底帮助我孩子什么？非常多，从肢体不能走到现在的身体功能变好，可以开始有小肌肉可以去训练他的语言，所以其实他是给我们很多帮助。所以我没有办法用短短一句话告诉大家说他帮助我孩子哪个方面。马术这件事情其实在我的孩子生活中，他开启了眼界，在这里孩子是快乐的，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守护无可取代的价值。他们生命的改变很值得，很值得。亲爱的天父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同聚在桃园的希望马场，是吧？谢谢你把这个马术治疗成为身心障碍者家庭的一个礼物跟祝福。主啊，我们也透过今天的活动知道马术治疗是对于孩子们有多大的帮助。主啊，求你持续的把这份祝福加添给他们的家庭当中，主啊，更多更多的来赐给他们力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倚靠他就可以得到帮助。欢迎回到圣诞爱无限，一起分享爱。永康哥，今天可以听到好多经典的圣诞歌，哎。哦，这些旋律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其实基督的信仰就是包括了艺术跟音乐，都是因为当时欧洲教会的兴起，有很多的大师，像是米开朗基罗、达文西、罗丹、梵谷，他们就在当时创作了很多不朽的经典。透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把他们的艺术跟音乐广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啊，最动听的歌呢，就是要为基督而唱，最美的话就要为我们耶稣而画。的确，所以我们今天圣诞爱无限就有一个非常别开生面的呈现。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我们台湾的沙画大师庄明达老师，以及享誉国际来自于瑞士的 ZHDK 弦乐团，还有加上我们 TVBS 的主播詹怡怡、方念华、庄开文、夏家璐加入他们的声音表演，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出最美丽的沙画剧《一位小小的婴孩》。世界的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以他慈爱良善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但是人类却因为诱惑选择吃了善恶果子，开始有了各样的罪行和软弱，甚至将世界带入满满的罪恶之中。但神爱世人，使用挪亚方舟拯救了人类以及各样的生物。
神更拣选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让他的后代以色列成为神的选民，赐下永生永世的应许和祝福，传承万代。即便是人类一次次不听神的教导，背离神，神还是一次次的拯救我们。他降下石灾，他分开红海，他更差遣摩西带领神的选民得着了迦南美地。为了他所造所爱的人类，神预言将有一位救世主弥赛亚的到来，这是神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神将独生爱子降世为人，让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让人可以在罪中悔改更新，并且充满盼望。于是神让玛利亚受圣灵感动而怀孕，并且跟着她的丈夫约瑟回到伯利恒。为了见证这位弥赛亚的降生，有几位博学多闻的人跟随着星星寻找弥赛亚，他们也来到了伯利恒。这一夜的天空星星闪耀，博士、牧羊人、天使都见证弥赛亚神的爱子在马槽里诞生。众人献上乳香、黄金、没药珍贵的礼物，众天使天君更齐声赞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以神儿子的圣洁无瑕为世人背负十字架，承担了所有罪的惩罚，洗净了人所有的一切过犯，带来了重生与希望。耶稣所带给世人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也是每个人心底最深处所渴求的平安。他赐给人的平安是人一生的礼物，不论在生命的高峰低谷，都能有依靠，有祝福，不害怕，满心的平安，平安，平安。圣诞特餐，好好好，圣诞节的气氛。对对对，我们现在就要去第一个在西屯区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圣品。阿公，我们送餐来了。你目镜真失败呢！圣诞节我来给你看一下呢。阿公，我送便当来给你吃。圣诞节要到啊！听讲你足厉害呢，咱家己种高丽菜。我来，我种得甜。对，恁足厉害。变你啊，我怎？嘿，那花拢足水耶！阿公他太太是三月初才刚过世，然后因为是太太在照顾阿公，对，然后而且现在冰箱还有就是太太那时候买的东西，因为北北看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对呀。爱礼拜，真我转来才遐去读经，就是我来跟子子也未了咧。感谢主耶稣哈，来看过阿公哈。常常拢有喜乐的这个心吼，伫个你的每一工，咱只讲有闲就会来陪伴阿公吼，像主耶稣，予阿公健康吼，喜乐，祝福阿公吼，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哦，赞赞，感谢主，谢谢。是，哈。阿公讲我要食到饱啦。饱啦。哎呀，阿公饱啦。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啊，就是爱无限。爱无限。对，那其实我们会去关心很多的社福团体啊等等。以往都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了另外的那个两位好朋友，就是一起发光协会的这个严浩还有孙湛，陪我们今天一起来这个活动，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浩。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湛。哇。我们这一次就是透过媒体的关系，然后我们来去拜访脑麻协会的王董。好，在这里。嗨，你好。协会是家长组成的团体，那成立的时候就为孩子的就学、就医、就业、就养这四个面向在努力。那这些孩子当父母亲有一天离开的时候何去何从，这是一个非常让父母亲放心不下的，所以会成立了一个财团法人磐石社会福利基金会，是负责孩子最后那一段。住到我们磐石基金会里面的飞扬天使庄园，基本上是就到生命终了的那一天，让父母亲安心，更完善的一个长照机构这样。然后要孩子知道他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很安全的家，有一群专业的人士来照顾他们，陪伴他们。今天父主耶稣，主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今天带领孩子们来到脑麻协会，主啊，带我们认识一群这么可爱的一群小朋友们，主啊，求你的爱大大降临在这个地方，主啊，因为你是爱，你是他们的磐石，你是他们的帮助，主啊，你的爱，你的大能运行在这个当中，让他们在未来人生的路上有你的看顾，主啊，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诞节最开心的就是收礼物跟送礼物了。其实我们 TVBS 基金会跟很多的教会在全台各地也帮助了超过十万的家庭，这样子送礼物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可是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分享礼物是因为神先把礼物赐给我们，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神给我们三个礼物，是神他无条件无止境的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还有他带给我们盼望，一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盼望，那是拯救，那是医治，那是力量。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祝福你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耶稣基督，也经历到那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力量，而这一切只要透过信心就能够把这样的礼物带进到我们的心中。祝福你在圣诞节得到最美好的礼物。欢迎回到圣诞爱无限，一起分享爱。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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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om。 永康哥想洗头了，对不对？啊，不是那个沙龙啊，不是哦。 Shalom 是希伯来语当中平安的意思哦，所以我们在教会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跟我们说平安 Shalom， 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在教会打招呼说平安好像很似乎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对。但你想一想，在2023年这个时候，平安两个字格外的珍贵，因为今年很多地方因为冲突爆发了战争，很多宝贵的生命就失去了。是啊，像我们近几年很常遇到天灾人祸，让我们的家也感到不平安。而平安夜，它原本的意思就是要报佳音，传递平安跟耶稣诞生的大好消息。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特地啊，就是邀请了我们六龟的这个育幼院，还有我们赞美之泉他的献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作品。Shalom， 平安回声。TVBS 采访团队抵达了波兰华沙收。TVBS 直击波兰东南部热舒夫机场，在这里，这些抵达波兰的乌克兰难民在第一时间获得温暖。TVBS 采访团队持续在以色列为您带来现场的最新画面。加上对于以色列的不满情绪，还是持续高涨当中。持续呢待在了土耳其跟叙利亚交界的重灾区这里哦。我后方的这一栋十层楼的建筑呢，它在大地震以后呢就变成危楼哦。是当地的灾民呢，他们在我们的镜头前讲着讲着就哭泣了。
rising over the hill and everywhere. Go and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Christ is born. Go tell it.在台湾这块美丽土地上，你是否有听到从社会角落传来哭泣的声音？一回为了两个便当，远从新北市三重三天骑车来到台北市求助，连日常必备的口罩都买不起，一天只能吃一个便当。叶先生坐在地上，他在家中排行老三，瘦到皮包骨。他的哥哥照顾他，平常靠打零工，月收10000多。不过我们相信，爱能带来生命的更新。2021年。疫情催生了携手爱无限，在六都花东平九县市推动关怀计划。2022年，我们看到更多的需要，在本岛19个县市500多间教会一起行动。短短2年，集结700间教会，超过1亿元善款，帮助10万多户有需要的家庭。2023年，我们更要跨到外岛3县市，把爱传到各城各乡。让我们一起携手爱无限。感恩节刚过没多久，圣诞节又快到了，我们社会上有许多需要帮助的朋友，市政府的力量只能涵盖一部分，非常感谢我们民间，像是我们信望爱基金会这样子的力量，能够挺身而出来跟我们一起照顾需要照顾的人。爱无限其实在各地都帮助很多需要的朋友们，尤其是跟教会大家携手来合作。我们有原乡的马祖人，有台湾来的原住民，有新移民，还有陆配。那在这么多元的状况之下，如何把各种族啊融合在一起，能够发挥每整个社会的融合，全国各地，我们把这份爱散播到每一个角落，真的非常令人钦佩，也令人感动。台北市，我们绝对是全力配合。那透过企业、政府跟宗教的信仰，这个没有杂质的力量，实际上是容易感动人的。其实我们是地方的首长，但是我们很多的事情，碍于法规没有办法做到了。TVBS 基金会都做到了。其实我觉得跟公部门的结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看到这个城市当中有这么多不同需要被帮助的群体，而且以至于他们在政策的层面上面，他们能够怎么样子更具体的来帮助。我相信今天在里面一定充满了喜乐，神来大大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好朋友们，祝福台湾。
在这几年，世界充满了不平安，包含有各样的战争跟疫情。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圣诞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他把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他降生做和平的君王，要赐下真正的平安。盼望圣诞节圣诞爱无限，我们把爱跟平安带到每一个角落。欢迎回到圣诞爱无限，一起分享爱。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爱的过程里头，我们听到很多很棒的圣诞音乐的庆典，是很多充满爱的公益行动，还有为世界祈福报佳音。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更加的重要，我知道，就是要起来赞美我们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基督。的确，我们在听诗歌的时候，很多人不管你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都会被那个诗歌当中的旋律或者是歌词深深的感动，甚至很容易会掉下眼泪。是，这是因为这不是对人唱的，而是对神唱的，他有从天而降满满的爱。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起来，好不好？不管你是不是认识神的，还是认识神的，我们都要起来赞美我们的耶和华。就在此时此刻，不论你身在何方，都邀请您跟一起发光的艺人和全世界的朋友一起来称颂耶和华，一起来赞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
向导，如今就是了。让我们带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祝我的每个气息赞美你，每个心动都为你。祝我的所有一切赞美你，我只想单单为你。你的光无止境在你身上耀，每一天从每天的祈祷，面对世界像你光杆子跑，谁能明白这里有了渺小，但是透过你的视角看到世界的美好。耶稣，我重新得到生命，耶稣，我成为你的精兵，耶稣，我展示过你的吸引力。This is living now。绽放基督的光芒，放胆去传唱。
影的力量，让这世界一起高喊哈利路亚。荣耀的君王，和你一起发光，你的爱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昔在永在的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主啊，你说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开，但是你的慈爱必定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有你在我们左右，大山都能挪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上的钉痕彰显十字架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哈利路亚，在爱里没有惧怕，这爱我们在里面就得着了这一份完全，谢谢耶稣。你是我无惧的存在，无比的精彩，不用谁明白，平凡值得期待，你像最美丽的时代，无惧的未来，绚丽的呼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下荣耀尊贵为冠冕。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俯伏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眷顾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出生一切。
荣耀归给你。父啊，你喜悦我们的摆上吗？愿我们的祷告能够直达到你的面前。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白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你，谢谢你为了爱我们而生。求你扬起脸，用你的笑脸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因此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这一生只属于你，谢谢你用永远的爱来等我们回家。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欢然献祭，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Ooh.
我们相信神无限的爱，圣灵的恩膏现在就充满在这里，不仅在这里，也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大家平安，今天是平安夜，但是今天不单单是大家吃喝快乐的日子，也不仅仅是我们上街购物 shopping 开心的日子，今天更是大家欢庆的日子，因为今天是爱我们的神救主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恩典、祝福、聪明、智慧通通赐给我们。不过很可惜的是，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说我犯了什么罪？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讲的不是法律上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经意就会掉到负面、恐惧、自私、贪婪、嫉妒里面。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状况？可是好消息是，这位爱我们的神救主耶稣，他要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与他美好的关系。因为圣经上说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阿们。也就是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是盼望的来源，更是爱的起头。所以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所以他降生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好的礼物、爱的礼物送给看见、听见、愿意接受的人。我要说的是，到底什么是神？是正面、积极、良善、喜乐、平安、富足、卓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欢庆，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就是要把这份爱的礼物送给大家。当我们认识爱、了解爱、活出爱，我们就可以拥有爱。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历经不同的翻转跟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拥有真平安。达明，这个真平安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出人意外的平安，圣经这样说。但是你就感觉到无论外面的情况如何，你心里面有真平安。刚刚一鸣讲到爱的礼物，圣诞节，尤其今天平安夜，小的时候我想一鸣你一定记得，我们都会收到圣诞老公公送给我们的圣诞礼物。可是我到国小五年级才知道没有圣诞老公公，因为这圣诞老公公就是我爸爸。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还蛮失落的，觉得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出人意外的平安出现了，这位神道成肉身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原本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失落，觉得爸爸不是那个圣诞老公公，结果这位父神他满足我所有的需要，不但满足我所有的需要，他也满足你的需要。我常跟大家分享说，这位神无限大，大于空间，大于时间，因为他是创造的主。可是因为你，他道成肉身进到你的心田里面去，他就是希望能够满足你真正的需要，不是你的想要。但是很多时候跟我们真的想的就不一样，怎么会一位君王他生在马槽，他不是应该是要这个用武力夺取政权？不是，他以爱胜所有的事情。爸爸现在已经老了，也没办法做圣诞老公公，可是当我接受这个天父的爱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永远健康、永远可以把爱给你的，他不是无能为力哦，可能你爱的那位他无能为力给你，可是这位永在、今在、昔在的神，他把永远的能力、爱的能力赏赐给你。其实很简单，爱很简单，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今天你看到这一群艺人站在这里献祭，分享神的爱，要把这个有限你看得到的爱礼物送给你。现在我要把那个无限你看不见的，但是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送给你。我再说一次，很简单，只要你愿意，他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感情的问题，你情绪的问题，你身体的软弱，你想得到得不到的，你愿意吗？你愿意来接受他吗？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打开我的心门，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的礼物，接受你的礼物，你成为我的救主，你成为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是我生命的主。主啊，我不完全，主啊，我不完全，但是完全的神进到我生命当中，但是完全的神进到我，旧事已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都变成新的。谢谢耶稣爱我，谢谢耶稣爱我，满足我真正的需要，满足我真。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爱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爱的人。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我是属乎于你的，我是属乎于你的。谢谢耶稣，谢谢耶稣，送给我这个无限大的礼物，送给我这个无限大的礼物，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谢谢耶稣爱我，谢谢耶稣爱我，听我的祷告，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这里献上全心全意，用我一生荣耀赞美你。是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2000多年前带下真平安，因着你的救恩成为我们最美的圣诞礼物。耶稣，我们今天都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再一次的回应你的爱。谢谢你，哈利路亚。一起来，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这里不停地赞美你，献上自己荣耀归给你。万国一起来同心，万国同心合一，万邦万族一
愿我这一生都要荣耀赞美你，成为你荣耀的器皿。谢谢你，哈利路亚。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向你歌唱，我在这里，用我全心爱你，献上自己荣耀，全归你。是的，我们把荣耀颂赞全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父神，也愿神赐下真正的平安。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来自什么地方，或是你是哪个种族、什么样肤色的人，我相信全世界的人在平安夜这一天都享受神同在的平安，也一起齐唱平安夜这首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平安夜。
在平安夜的这一天，愿神的慈爱怜悯临到每一位朋友的身上，也愿战争冲突因着神的爱赶快止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充满与每一位同在，特别与今天听到看到愿意接受的朋友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大家圣诞快乐。